点击右上角废土探险队，组队探索植物失控源头，白嫖改名卡称号配方残液。这次玩法特别简单，很容易就能白嫖全部奖励。先看规则，活动时间4月28号到5月11号，初始步数3，每日登录加一步，分享获得助力后加一步，上线3步，绑定角色加2步，回归玩家绑定角色加4步，步数达到10、25、45，分别解锁3种奖励。回归玩家还能获得归来的植物探险家限定称号。继续探索，点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可以4人组队完成这个任务，4个人45步很容易就达成了。白嫖改名卡配方残液限定称号，你还在等什么？